女人呢，老奴最懂了啊！他们明摆着是嘴里一套，心里面是另一套啊！要想猜透女人的心呢，那就得学会玄学。哎，说好不代表好，说不好又不代表真的不好。这女人心还真是海底针呢。杰帅，这怎么突然对女人的心思这么感兴趣了？是不是看上哪家姑娘了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你着急啊！你看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是单身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揭我的伤疤呢？想当年，我也是玉树临风，一表人才，等着姑娘过来追我，怎奈行情不好，害得我到现在悔恨终身的。